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五十二集，决战王者的终极较量。啊！啊！武林王，你们快躲起来！是。啊！猪猪侠不会有事吧？小猪猪把武林王释放出来了，他已经和武林王融为一体了。打斗的时间越久，小猪猪的意识就更容易反被武林王操控，逐渐迷失自己，变成一个真正的怪兽。看招！武林王可以打败魔龙王吗？他们都能随意使用五元素，火焰根本伤不到对方。现在就看谁的力量更强了。无人之力，实力不相上下，真是胜负难分呐、啊！看不到！Oh!
起，你所谓的正义力量也不过如此，你已经输了。连武灵王都不是魔龙王的对手，动画世界真的是没希望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武灵王的力量应该是可以战胜魔龙王的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不要再挣扎了，我会很快结束你的生命，让你没有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不能放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变成武灵王以后还是打不过魔龙王？难道魔龙王真的是不可战胜的吗？我的实力并没有完全释放，只有释放出我真正的力量，魔龙王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才是强者。那等什么呀？快使出全力吧！如果想发挥全部威力，你必须放弃自我。放弃自我？我们不仅要做到身体的合一，更要做到心灵的合一。失去了自我，我就会忘记原来的自己，忘记自己是猪猪侠，也会忘记菲菲，忘记小呆呆，忘记咪咕老师。我会彻底变成一个怪兽。我不想做怪兽，我不想忘记自己，不想忘记朋友们。你再犹豫下去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要打败魔龙王，永别了菲菲。而且比以前更野性了。糟了，难道小猪猪已经开始迷失了自我，反被武灵王完全操控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提醒小猪猪。小猪猪，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啊，不要让武灵王的兽性占据你的内心。哎呀，我没办法靠近武灵王，小猪猪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。咪咕老师，用大喇叭吧。好主意。猪猪侠，千万不要忘记自己，你一旦忘记了自己，就会彻底变成怪兽的。他听到了，听到了。那猪猪侠怎么连自己人也打呀？我的头好烫，好晕啊！看来小猪猪已经忘记自己了，也忘记我们了。他已经变得六亲不认了，他会不会连我们也给除掉啊？但愿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可怕吧。你越来越像一千年前的你了，野蛮、狂暴、气势凌人。Yeah!
他比一千年前还要厉害。不行，我们得暂时撤退。往哪里跑？是小猪猪了、啊、怎么会，他不就是小猪猪吗、嗯、小呆呆你别傻了、啊、你没看见他刚才连我们也攻击了吗、嗯、小呆呆你看他现在他狂野暴力，完全没有一丝丝小猪猪的感觉、哦、我不相信、嗯、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救回猪猪侠了吗、嗯，办法倒不是没有，只不过啊，你们看、嗯、武林王要走了，快，我们要跟上他、小猪猪你要去哪里啊，快回来快回来。在金刚